接下来，今晚最大的一个悬念，究竟这六个人当中卧底是谁？给出一个人的名字。我现在就是意见不统一，我们俩觉得是郭麒麟，他俩觉得是钱锋。各位，在郭麒麟和钱锋当中安排的卧底，请向前一步。 三、二、一，都不是。啊，不是吧？霍尊！啊，王一博！啊，请六个人当中的卧底向前一步走到台中间来。 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哇！太可怕了！吴亦凡，他一直在演吗？刚刚他们在选的时候，我就坐山观虎斗，我就看他们两个争。还是想问一下，你真的没上过电视吗？上过电视。我选杨家乐老板。 我也觉得杨家乐蛮比较像，你是不是卧底？没有，救我吴亦凡，是不是卧底？觉得他在带节奏，没有，吴亦凡，你说，哇，我好纠结。吴亦凡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，第一，自己没被挖出来；第二，把你们带偏了，选了小龙，藏得太深了。吴亦凡真的长大了，会骗人了。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你害怕自己露馅。 对，你在这个一个过程当中，你觉得你做的最漂亮的一次，带着他们往错误的方向跑是哪一次？我觉得我做的最好就是完全没有带节奏，完全没有带节奏，<笑>任其发展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忘了自己是卧底。武艺第一是出于对自己的自信，第二。 也就知道你们几个猜也猜不出来，<笑>我不用带，无为了不起，无为，我们掌声恭喜一下，哇，好棒啊！